Hello 阿 Lock 啊，咁今日會帶大家過嚟白石角睇啲咩咧？就會過嚟天富海灣二期睇一個實用1160尺三房套房連個人房嘅海景單位。咁天富海灣啦，咁就 total 就548伙嘅，由一房到四房都有。咁我哋依家睇下呢個單位啦。咁單位會係一個1160尺三房套房連儲物室嘅單位，而客廳咧都係兩邊廳嘅設計，咁就可以客飯廳分明。而主人房你见到是十分宽阔，可以三边落床。咁呢个就是主人房的套置啦。而客房亦都足够可以摆到双人床，就算摆埋衣柜都不会话好窄。咁呢一个就会是另一个洗手间。咁呢一间房呢，原业主就将佢改咗做书房。最后梗系要睇埋一个好大嘅厨房啦。如果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，记得联络我，记得 like share 呢条片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。下次见，拜拜。